巴西龟寿命。巴西龟及巴西红耳龟属于泽龟科华龟属，是一种水栖龟类。巴西龟的平均寿命在15到25年左右，活得较长的巴西龟寿命可以达到35年。巴西龟适宜生长的水温为20到32摄氏度，最佳生长水温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。20摄氏度以下时，摄食减少，活动较不活跃；16摄氏度以下时，开始进入冬眠；12摄氏度以下为完全冬眠。巴西龟是耐饥饿的杂食性龟类，人工养殖时以食肉类为主，幼年龟多以小鱼虾、动物瘦肉等为主要食物。成年龟可摄食植物性饲料及供人配合饲料。养巴西龟要注意，每周需给幼龟1-2次紫外线照射，每次约3至5分钟，不可暴晒，这样会让巴西龟脱水或者中暑而死亡。